这一关厉害，多厉害！跟路人比耐力，耐力，耐力，吃苦耐劳，有没有？这两个完蛋的，红丝耐力超慢的，你是傻子，是千金，对啊，千金，千金，他的头发很金，千金。这种大太阳的天气还要出外景，真是辛苦大小姐啦！还冰水和毛巾准备好啦，累的时候在旁边躺躺坐坐啊。问你们两个谁最有耐力？你们觉得？聊 PK 好了，耐力啊，有耐力吗？耐力，我是林飞耐力啊！你们俩先比看谁不眨眼，林飞那个你就推开他出去，不眨眼，对，不眨眼的时候，眨眼跟眨眼好，来，我好，你要看，我们帮你看哦。预备，要赢的，我们再看。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别炸了！我要！你快结束这一切！你不停车位干，这超渣啦！男女，但我有点痛，好辣哈！等等等，瑶瑶，你看他，我看他，看到谁渣？怎么可能那么厉害？超久，这两个超渣！我们推一把我们的千金红丝，好不好？拿着你的耐力，我们去找。你觉得要跟路人比什么？你觉得？耐力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先比这个项目。我现在就不在。你干嘛哭啊？红丝，你来比比看。好了，我去找路人比耐力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次不要找路人，我们进去找店员。好啊。好不好？找店员。